偏爱恐怖婚礼，阿嬌傻眼，好像鬼新娘。一介王阳明来红国，又承诺会给阿嬌最大的幸福。图翻摄阿嬌微博2018万0202。香港女团 Twins 成员阿嬌、钟欣桐在今年初接受素有一介王阳明之称的赖宏国求婚。昨22日阿嬌出席活动时被问及此事，他透露两人已在筹备婚事，表示未来即便生了小孩仍旧是 Twins 的一员，这是不会改变的事实。问及婚事进度，阿嬌透露已在讨论婚礼布置，表示有一天赖宏国传一张在凉亭中摆满大红花的照片给他，让阿嬌傻眼笑说感觉好恐怖，好像鬼新娘。但也说婚礼日期还没决定，目前暂定会在香港宴客，回台湾与亲友吃饭。至于谈到生子话题，阿嬌也说到了这个年纪公司不会禁止她生小孩，若是真的有下一代，与阿萨仍是 Twins 不会改变。阿嬌将与赖宏国结婚。图翻摄自 IG 2018万0201。阿萨又与阿嬌感情甚笃。图翻摄自 IG 2018万0201。